这个是高热量水果，餐前必须来一条。果冻现在有活动啊，发十盒，一盒是五支装，然后现在活动给你发十盒，现货48小时发，发完为止，活动马上就结束了。干梅味的，餐前或者是睡觉前来一条，完事儿喝点水。然后就可以开吃了。要不然这可是一顿胖3斤的系列。果冻可以让它快速的排出去，